看看这条鱼是什么鱼，哎哎、嘴都起来，鲤鱼，鲤鱼，鲤鱼，哎，这条鲤鱼还可以啊，大小也行啊，啊，这儿，来，搞过去，我已经看到它了啊，那嘴，在那儿，来吧，啊，这条鲤鱼可以，好大份啊，嗯，你看馋的兄弟们啊，为什么说咱下渔网下一晚上？下一晚上，它鱼它跑不了啊！你看，你们看这鱼缠着啊，随便扔它。行，缠的噔噔的，你别这么玩儿，快拿上来。啊，看这网缠的，这鲤鱼也行啊，四五斤儿啊。小头儿点儿。嗯，头小身子大，肥。咱的渔网马上结束了，总体来说这个渔获还可以啊，喜欢的给弟弟来个双击。感谢各位，看这颜色发黄啊，真漂亮。怎么不好整啊？嗯，那鱼头太小了。鱼头小应该好整啊。鱼头小甚粗呢，整个屁呀、啊嗯！哎，这船上全是鱼网。好了，好了。